斗志欢喜用电脑，进阶课程尽在成果展。运用 PPT 动画功能制作贺岁视讯影片，操作讲解教师彭天才。那首先各位看到荧幕画面的，就是年份的一个动画处理，以及文字新年快乐的一个处理，好，可以运用在 LINE 的一个贺岁传讯的功能啊。以下介绍制作的步骤。首先，分别插入两个椭圆图案，设定高宽6公分与高宽5公分的一个椭圆图案，插入一个水平文字方块，输入数字2，大小100 PPT。好，画面中各位可以看到高度是6公分，以及高度是5公分。PPT 的部分是这个字型是100，将三个重叠在一起，设定同心圆的动画为滚轮，数字或文字为粗线。那动画的部分，请看右手边。好，滚轮。这是这个同心圆的部分，还有数字的部分，它就设定粗线。好，那选项的效果这边待会示范，它有1、2、4、1、2、3、4、8可供选用。好，选项的部分有辐射的1、2、3、4、8这个5个选择的项目。好，那复制将刚刚做好的三个重叠在一起的同心圆以及数字，那复制成12个，那填入文字与数字，颜色啊自行选择。那做好的这个最主要的部分是动画窗口的部分。好，我们在这个点选一个，跟大家说明，在启动方式的方面啊，有这个与全动画同时与接续全动画，那我们分别把它选择下来。好，那接下来，那我们插入音效。插入音效跟原本制作的差别在于说，这个启动的方式在数字的部分改为与全动画同时，那延迟的时间是1至4秒。好，各位请看画面右手边。好，分别是1至4秒的延迟。好，这个是要配合着音效来做处理。好，那插入之后，另外的第二行的新年快乐的文字部分，这个启动方式一样与这个前动画同时的一个启动方式，但是它每一个的动画都是这个延迟5秒。好，在这个地方。好，那我们直接看成果的部分。好，预览一下。各位有兴趣来参加的话，最终这边完成视讯的一个那个绘出。好，请看这边，因版本的不同哈，那在这边说明。各位画面上看到的是2016版到2019版，就是完成后在电脑档案这边有个绘出。那以这个的话，就是列印看。好，选项这边就没有再做一个说明。好，谢谢各位的一个观赏，谢谢。